好，好久不见。现在在车上，然后等红绿灯，所以只能跟大家讲一下话。等一下开始开车，我就不能碰相机。我觉得今天会是还蛮值得记录的一天，因为我今天要剪头发，我多久没剪头发了？今天要剪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录影，然后记录一下我的头发。不过今天只是剪头发而已，因为我没有预约一起要染头发，所以我就只是简单的剪短。大家想说可以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L， 但现在我朋友他们都比较习惯叫 L， 因为叫 L 超可爱的，所以我现在就叫 L。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在家里嘛，停车了，车速慢下来。嗨，我之后啊可能会找机会就是跟大家分享，L， 我跟 L 领养的什么小故事之类，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留言告诉我，坐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天啊什么的。因为，我觉得 L 他进步非常大，他本来是非常非常怕人，他怕人的程度是，我叫他名字，他就在远方发抖。然后每次都会有朋友说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狗超喜欢我的，我跟你讲，让我去看一下 L。然后见到 L 之后，他们就说 L 真的很怕人呢，因为 L 跟我熟也是一个礼拜半之后的事，像 Ginger 跟我熟大概两天吧，然后 L 是一个礼拜半，然后有很多朋友他几乎每天见到什么的，他也都会发抖，就是觉得他以前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事情，所以比较可怜。好，不要再强吻我了。冷静了吗？冷静了吗？冷静了，冷静了。那我们去散步好不好？冷静才可以散步，冷静才可以散步哦，艾露。这是我们的艾露，很难想象 ，like 2-3个礼拜前吧。我一叫他名字，他就在远方发抖。而且我只是叫他名字，我连靠近都没靠近，我在房间的最底端，然后他也可以发抖。哎呀，你冷静了吗？你冷静了吗？冷静才可以去散步哦。你一直冲没有散步，冷静才可以散步。你冷静了吗？冷静了吗，一路啊？冷静了哈。我们去散步吧，各位，走 ，L， come on， Hey，Bell，Hi，Hi，Bell，Are you Princess L？ L， are you Princess L？ Oh， you're so cute。Okay， come on， let's go。Are you Princess L？ Princess L， Princess L。你是 Princess L 吗？大家会不会觉得荧幕很晃？因为他就是会这样弹来跳去的。Oh， good girl， Bell， 你噗噗了！哇哇，超大！来，我来帮他剪噗噗。今天的成果。Okay， good girl。来，还是要散步，拜拜。就是你们可能会想说 ，Kelly 你也太夸张了吧？狗尿尿跟大便是很正常的呀，我缠到它了。然后，我会这样是因为，L 在来我家第一个礼拜的时候，他几乎没有尿尿，就是他尿尿就是不小心尿在我们的衣服上或地板上，但是他就是出外完全不尿尿，然后也不大便，嘿，就不尿尿也不大便，然后。
就我就想说他到底是为什么一直憋尿，会不会是他不敢在我前面上厕所。然后最近就是状况很好，他每次出来都会尿尿跟大便，所以我就觉得L 进步了。然后每次他尿尿跟大便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，L L， 就弄那个声音，他就会乖乖的，就尿尿跟大便，对不对 ，L？ L， Hey， L， Hi， 走吧 ，Come on， Good girl， 好，你吃吃。这位 L 小姐呢，我以前都以为狗看到食物就是会扑上去，因为我以前阿公家养的狗还有 Ginger 都是一看到食物或是塑料袋声音，他们就会马上冲过来。但是 L 她可能是防卫性比较重，一开始我不管丢什么东西，她几乎都不会吃，也吃两口，她就跑去躲起来。然后，但是现在她比较可以，就是乖乖吃完。但是哦，如果我走过去，她就会不吃，就假装没事走在她位置上。所以她吃饭的时候，我都要躲在厨房这里。偷看他吃东西，然后偷看他吃东西，然后他吃完之后，我才会再走回去那边，不然他就会中断他的吃东西。他发现我在看他，他走过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嗨，你吃完了吗？你吃完了吗？认真剪影片中 ，Hello， 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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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，Hello， 哦，翻肚肚，蹦蹦蹦，他在叫我，你看哦，就是我骚他，然后我停下来，哎，没有叫我，叫我啊，快点，哦，舔我哈。在帮你摸摸。哦，大踹我头哎！好，摸摸摸摸，他没有了。哦，好，摸摸摸摸，你躺好，摸摸躺好。好。哦哦，好好，摸摸摸摸，好没了。好，你也接受是不是？哎噜。晚上要运动吗？不知道会不会真正去运动，但是我就先换了衣服，想说晚上运动的话就可以不用再换衣服了。那就晚上见了，拜拜。你看有一个女鬼在这边，观众会发现吗？我说 so obviously no。好久不见，呼呼，怎么一点？我上次见面是好久以前，就是刚剪完头发，那时候很累的时候。然后现在应该已经是过了两三天后，就是。Hello， Hi， Abel， Hi， How are you？Good girl。哦，太近了，太近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超级害怕！他一找到机会就跳上来，不可以，他去跟别的狗狗玩。哦，还发抖，你看，他真的很胆小。来，看到？哦，我的裤子。啊、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回去换。哎呦！
你看那边有好多新狗狗，你们看。哇，大狗都很臭。哎呦 ，make some friend。哎，我都不理别人，他都一个人。嗯，交朋友，不要跟着我。啊，so cute。前面那边呢是大狗的区，那边都是超大哈士奇那种大狗。我们本来不知道大狗分小狗，然后刚刚本来还想要带 L 去大狗区，就你看他们那群超大狗，可能会把 L 直接吓死，他可能会现场直接昏倒。我们现在是在可爱动物区，这边都是那种比较小的狗，那种小型犬。然后，但是 L 还是非常的害怕。没有，一直想上来，不行，你要交朋友，好不好？你交朋友，没有，你交朋友。狗园体验失败。L 完全不想跟其他狗有任何互动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可能还比较害怕吧，我不知道，他就是很胆小，他就是一直都跟着我。怎么这么怕别人？也可能是怕狗啊，这种。所以他刚刚跟别人零互动 ，L 零互动的 L， 我要特训 L， 但我要特训 L， 所以我决定以后每个礼拜都要带 L 来跑一下，至少就站在那边给人家闻，也会比较不害怕那个环境，可能可以比较跟别人玩，因为他刚刚有去闻别人的脚啊，就是闻一个人类的脚，这样闻他。所以希望你以后会进步一点哦，好不好？你要交朋友啊，不能只有我啊，对不对？嗨，大家！本来以为没有影片了，对不对？没想到后面竟然还有后续。如果你有看到这边的话，表示你有看到最后，哎，就你有多停留在后面。没有啦，可能你只是发现有描述。本来是没有打算要就是再继续出去玩，不过今天因为有朋友来加州玩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带他们去 Napa， 就是 Napa 酒庄那边去，可能可以去逛一逛各个酒庄，然后去买红酒之类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开两台车，然后现在是停在一家店前面，要买一个好像说很好吃的 donut。然后就当早餐，其实现在已经11点了，当个早午餐，然后我们再回去。所以我现在在等我朋友他们进去前面排 donut 的店。然后我现在是已经有上用那个现粉饼很快拍了一下底妆，然后眉毛还没有上，因为想说还要大概一个小时多才会到那边，就不用太早上妆。然后今天有带 L 出门。 L Hi L一路 ，Come on， 你要不要？然后就是今天有带 L 出门。平日的话，我尽量是做到一天可以带他散步大概4次5次，但是我又很怕说每次只是出去散步个10分钟20分钟，怕会觉得不够，所以我就还是希望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安排一些，他可以就是冲出去玩，就是跟我们去草原跑步啊，那种大大运动量的。那种运动，一路一路啊，哦，他都会用这种热恋我的眼神看我，哦 ，baby。所以呢，影片没有那么快结束，我不确定在 Napa 里面会不会录影啦，因为是会去酒庄里面，然后会有 tour 啊，什么 wine tasting， 那个很感觉很难录出来，所以我不确定会不会真的录出来给大家看，不过。还是我来补个妆。Thank you.
有，一路。Burger， 嘿，喂，想干嘛？This has notes of lemon and apple. Yep, it also has pear. Pear. I just smell a lot of pear on this nose, as well as grapefruit. So, once the Sauvignon Blanc sits.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会。没有。